操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！你这是干啥呀？怎么了，大哥？你这在这发啥牢骚呢？哎呀，你看我的儿子啊，他昨天写作业的时候把那墨汁全搞在身上了，然后吃饭的时候，你看这吃的那油渍全都在身上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来给你搞干净好不好？你这还能搞干净吗？你看看这都啥样啊！我就是做日化的，来做日化的，对，来跟我来，真的搞干净，跟我来。那行，我给你去瞧瞧。还这种事情，我今天还有点不信呢。你看啊，这些啊，就是我家的产品，这么多呀？对，我就用我家的这款产品来给你搞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你家是厂家吗？那你还说呢？那你试试吧，我猜一看。好，我试试啊。要行的话，我也给我老婆带一瓶回去。轻奢香水洗衣啊，欢迎开的香水的呀、啊。对、嗯，来，我们倒一点啊。记住，不要倒太多。哎，看还能拉丝，一点就行啊。就这么一点啊？对，够了。我平时洗衣服最少都得三四倍，已经够了。我告诉你，来看啊、嗯，我们打起沫啊。哇，这么多沫啊！那是必须的，这里面还能有活氧生物酶，知道吧？就是那个可以去油脂、污渍、水果汁还有姨妈汁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来放进去吧。那我放进去了。放进去吧。你确定能搞得干净？放进去吧。我担心你翻车了。行，我看你气得也不轻，走，我带你去喝杯水。我这喝茶喝水，我这都不行，我那个肾不好。还有啊，我赶着回去见老婆呢。赶着回去是吧？我们这边的这款产品就是不用手不用脚就可以把它泡干净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走，喝杯水。别吹大了。哎，你加个速，加个速，加个速是吧？好，我给你轻轻的来一下啊。好，你看啊，咱们一二三四五，你看这衣服就在里面跳起了广场舞，对不对？哎呦！哎，二四六七八，你看啊，你媳妇儿看见了都乐开了花。哟啊，你这老板当得不错，口才也蛮溜的啊。哎，哪里？哎、你看你的手，我的手，啊，咱们一点技巧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在亲眼看着呢，亲眼看着是吧？啊，对。好啊，这就可以了啊。我跟你说，那今天牛逼不是吹的，我这不是吹的啊。葫芦不是咱们勒的，黄河也不是咱尿的啊！那今天呢，真正的实验到你面前给你看啊！这个放一边，我们用清水涮一下啊！来，你看一下啊！咱们不管油渍、污渍，还是奶油渍呀、血渍呀、姨妈渍呀，咱都可以去除的，能够分解各种顽固污渍的啊！这个啊，来你看一下，好了，看一下吧，在前面，这后面，哎。刚才的墨汁、酱油汁都没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说怎么有股香味，就从那衣服冒出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呢？对我们这个产品用了以后，而且还可以持久留香72个小时呢。哎，我现在感觉心情都好多了，好多了是吧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要带一瓶回去给我媳妇。带一瓶，这人这么抠门啊？你看啊，这一瓶是两斤，两瓶，四斤呢？对呀、啊，再加一瓶，八斤呢？对，再加一瓶。八斤，对，这八斤，刚才我去看你就这么一丢丢，对，那我这够用两，够你用两年了，而且差不多，这个还不贵，不贵，对，只要29.9，还给大家做包邮，我抢。